尊敬的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处的诸位领导，尊敬的香港政府领导，尊敬的本次清明祭祖大典组委会诸位大德，尊敬的两岸四地及海内外华人代表，诸位嘉宾，大家好。香港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纪念堂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建立今年整整十年了。十年当中，我们每年清明都举行30周年的法会。建立先祖纪念堂的缘起在2002年成立的那一天做了详细的报告。听说这个光碟今天也有准备赠送给大家。我前几天听了一遍，很受感动，这是一桩大事情。今天整个世界的动乱，地球的灾变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总的一句话，人心坏了人心怎么坏了？东方，我们把老祖宗的教诲丢掉了；西方人把宗教信仰毁灭了这是真正的原因吗？是的。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人心本善的小朋友同盟读本，三字经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心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这是中华民族千万年来老祖宗对后代教育最高的理念，也是最高的指导原则。从汉武帝建立这个制度，一直到满清末年，虽然当中有改朝换代，但是对于教育的最高指导从来没有改变过。
啊，中国古人教的是什么？教的是道德、伦理、因果。人要明了伦理的关系，自然就知道爱人。啊，《弟子规》里面所说的，凡是人皆须爱。啊，知道人与人的关系，一家人呐，炎黄世胄啊，大概汉族都是神龙皇帝的后代，啊，五千年。形成这么大的一个族群，完全靠教育啊！所以古人非常重视教育啊。教育的原点是什么呢？就是五伦里头第一个，父子有亲，教育从这里发生的啊，父子的亲爱。是天性的，没有人教啊，不是哪个人发明的，不是哪个人创造的，啊，完全是天性的，啊，在佛法称之为性德，你本性里头的第一德，就是亲爱呀，啊，教育。就是保持这个亲爱，一生都不会变，这就是教育的原点啊，最原始的宗旨。然后把这种亲爱发扬光大啊，爱你的兄弟姐妹，爱你的族群。爱你的邻里乡党，再扩大到爱社会、爱国家、爱人类啊，凡是人皆须爱呀！啊，就伦理跟我们讲关系，任何一个人都出不了这个关系的范围啊！你看，父子、夫妇、长幼。君臣、朋友，人在这个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五种关系，五种关系是一种关系，那就是亲爱、和睦啊，啊，关系知道了。如何来融合这个关系，来调节这个关系，那就是道德。五伦是道，五常是德，啊，永远不能改变的。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啊，人是爱人，推己及人，想到自己一定要想到别人，这是德行的根本呐。啊，第二个是义，义是循礼，也就是说，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合情、合理、合法。啊，第三个是礼节。啊，人与人之间要有礼，没有礼，人跟禽兽就差不了多少了。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人懂理。啊，第四个是智，智是讲用心。啊，处事待人接物，要用理智，不能用感情。啊，感情你的心就不正，换句话是，你有偏心，有私心，啊，有偏邪。最后一个是讲信，信是五种德的基础，道德仁义礼，好比是五层大楼。啊，仁义礼智信呢？啊，仁在最上面，信在最下面。啊，人要信用没有了，前面五个、前面四种全都没有了。啊，那么今天问题也是信心危机，信没有了，对自己都不相信了，他还能相信别人吗？啊，人没有自信心。啊，父子不相信，夫妇不相信，朋友不相信，这社会怎么能不乱呢？啊，所以仁义礼智全没有了，社会乱了。从道德延伸出来的四维八德，啊，四维是礼义廉耻。管子说啊，四维不张啊，国乃灭亡。古人对这四个字多重视。啊，八德是孝悌忠信、仁爱和平。我们把古人教的这东西，这个重要的纲领展开来，几乎现在每一个字都出了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根在孝。啊，佛法里面对这个孝非常重视。敬业三福是大乘佛法最高的指导原则。第一句话就是孝养父母。第二句话是奉师师长。所以佛教是师道。师道一定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孝道没有了，师道就灭亡。啊，所以佛教的沉船，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弟子们四面八方去教学，有的地方二三百年没有了，有的地方五六百年、七八百年，只有在中国这个地方，2000多年来，不但没有消失，它不断在兴旺啊！什么原因？中国这块土壤非常适合它生存。啊，因为中国这个土壤是孝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它到中国来生根、茁壮、开花、结果了，比印度佛教还要殊胜。啊，所以我们要晓得，佛法是师道。啊，我们称释迦牟尼佛称本师，根本的老师，我们自称为弟子，我们跟释迦佛是师生关系。释迦牟尼佛第一句教给我们孝养父母。啊，今天孝亲没有了，尊师当然谈不上。啊，社会乱了。啊，所以记住，实在讲，中国在古代民国之前安定社会用的是什么方法？
三种建筑。第一个祠堂，祠堂叫孝啊，春秋祭祖啊，人对祖宗没有忘记，怎么会不孝父母呢？那祖宗不要了，父母也就不要了啊，谁知道这重要啊？啊，第二个，孔庙，孔庙代表教学，代表师道。第三个，城隍庙，城隍庙代表因果，人接受祖宗圣贤的教育，不好意思起恶念，不好意思干不善的事情。为什么觉得那是一种羞耻啊？那不是正人君子。人要懂得因果教育，不敢做坏事。为什么有报应啊？因果教育是道家教的，城隍庙是属于道教的啊。你看，就这三样东西啊，祠堂、孔庙、城隍庙，就把社会安定下来了。中国在过去，在历史上，外国人羡慕啊，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怎么能够做到长治久安？从汉到今天没有分裂，啊，是统一的，外国人感到惊讶了，啊。欧洲罗马统治欧洲啊1000年，灭了之后，欧洲再不能统一了。啊，什么原因？没有这三样东西啊。中国能够统一长治久安，永远不败，啊，就靠的是祠堂，啊，这个孔庙。跟城隍庙，就这三样东西。我曾经把这个事情跟我们中国天主教的大主教傅铁老啊，我跟他非常要好。他老人家在的时候，我每一次到北京都去拜访他。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他，我还送了一张地狱变相图送给他。啊，他告诉我。一个城隍庙，敌10000名警察都不止。啊，我是这样说法的：一个城隍庙，它的作用啊，起的作用啊，能敌得过10000个警察。他把桌子一碰，不止啊10万呢，加了10倍。啊，那老百姓就不敢做坏事了嘛。啊，所以你晓得。老祖宗的智慧啊，还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啊，他用的这些方式啊，真好，啊，这不是迷信呐。现在我们破除迷信不要了，把社会搞得这么乱，怎么想不如从前，差太远了。啊，我们今天的社会，整个世界，10年10年的比，很明显的就看出来，啊，现在的。比不上过去10年，过去10年再推前10年又比不上，为什么？越往前面去，人心厚道，啊，淳朴；越往近啊，越薄了。现在薄到不能再薄了，啊，所以地球上什么灾难都出来了，啊，灾难是人不善心行之所感召。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你看量子力学家知道，美国的布莱登波斯说，化解2012玛雅预言是有方法的，只要地球上的居民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个灾难可以化解。
还可能把地球带上更美好的走向。这外国人说的。所以我们想想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真正能够遵守，能够好好的学习，可以帮助社会安定，帮助世界和平，帮助地球化解灾难。我祝福这一次你们祭奠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